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功夫者课程班，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。今天呢，我们主要讲解国际规定段位套路四段剑术第二段，会有正面讲解、慢动作讲解、背面示范。慢动作讲解，定式。注意一下我们这个上步的方向，你的右脚往你的斜前方45度迈步，提膝，弓步点剑，然后收右脚，钉子步，上步点剑。还是一个钉子步，是你的左脚转过来，注意我们的剑指在上方，耳朵后面，钉子步点剑，这时候啊，撤退你的左脚，剑收回，提膝定势，左脚往前迈一步，歇步收剑，一个提膝定势，上右脚转身。注意我们的剑指这个时候是立直的，然后是一个平展剑啊，看我们的身体啊，只是这样子而已，腿没有动，你的上半部分转身而已，转身。这个时候注意啊，另外一个动作是一个跳跃的歇步定式，我们的左脚往前迈一步，看左脚往前迈步跳歇步定式。这时候注意我们的歇步定式的时候，注意一下我们的手，剑柄的方向往下沉，啊，看一下啊，然后啊，起身，退右脚，画一个圆，收回，剑指在腋下，提膝点剑，剑指，眼睛看剑的方向，提膝。今天呢，我们讲了国际规定段位套路四段剑术的第二段。大家在家里面练习的时候，注意一下一个动作的重点，就是你的一个跳歇步，跳歇步定式这个动作。练习的时候多看一下，然后注意安全。有什么问题联系我们屏幕下方功夫者 email， 我们会及时回复你们。谢谢大家。